期待已久的 YouTube Music 咧，终于都嚟到香港啦！以后大家听歌咧可以多个选择啦。咁除咗大家最中意嘅 Lock Screen 播放之外，佢仲有啲咩其他功能？即刻同大家睇下啦！YouTube Music 咧会根据翻用户嘅使用习惯去推荐相关音乐，唔记得歌名唔紧要，只要输入歌词一样可以搜寻到。用户可以自定播放清单，收藏中意嘅音乐同埋影片，亦都可以将清单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像樱花万千。怀念美好高中两年，期望你的青春不变。虽然佢大部分嘅功能咧都系付费会员先至可以使用啦，但系佢嘅收费咧亦都唔算好贵啊！一个家庭计划每月只需要88蚊，可以有6个人同时使用。咁除翻开咧，大约每个人咧就14.6啊！如果你平时都有使用开 YouTube 嘅习惯，而你屋企人有用嘅话咧，就不妨同佢哋一齐 join 呢个计划啦。